欢迎收看苦境大搜索。今天要介绍的是武艺。小弟，一期放口鼻休假由我魏淑仁来主持，先让咱看一段影片。行人弄水，这令苏街头条。好，停，导播倒带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有看到我领便当这幕吗？是不是真心惊怀疑不甘？但这就是事实，我死了。便当你确定这是真的吗？不是终生诈死关键时刻高光出场的剧本吗？一点伤无算什么？有人要回穷之凶。没错，今天你要讲的就是我魏淑仁的一生。细汉的时候，因为摆脚让人看不起，在我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文书唯一出现，伊带我走向光明，带我窜出成绩。虽然大家也是看我无，但我用行动证明自己。我在剧中以大前辈吴新洲过招。少年人自己未歹，胆识不差，但欠自信。佮抓到二头嫌疑犯，成功侦查。后来佮游手无锋有一场水亏的武戏，用枪支刺死特地加冕。感谢游手前辈关怀，刘姨也讲要送我一件衣服。我用智慧钓出假校长香炉岗，用计给武功破败，钓出真幽心伏魔者，不要得寸地心温。好，哦，想未到你有安慰人的本事，正当我愈来愈精彩发展的时阵，哦，然后我就跳起了。然后我就跳起了。这句真重要，请容许我讲三次。新一代人气少年团体就说减一个，就是吃便当。便叫你把我出来，我保证没把你拍死。小龙，你看，天上的月亮。相比天魂也比，也不减他本身的清辉或贵他，站在比他更高的地方，一样能看见最明亮的自己。一家，我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，也要感谢企业组，让我继续在苦境大搜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为大家开讲，让咱继续期待我的好马子。少龙君接下来会有偌凄惨？是做伙看少龙君未来怎样帮我报仇，甲凋零法后半精彩发展。加油，少龙君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杀人凶手是谁？凋零法。